都要安全。你一定是 NPC 比较强。有水，有食物。我不敢一开始把那个雪豹吃掉的。没有，他那好像是剧情要你吃吧。对啊，对啊，啊是啊，靠你是不是打了？先问你是不是打了？还没，一滴有。靠队友，还在靠队友，近一点打，敢不敢近一点？我的队友会帮我把他弄掉啊，这没剧情需要，好不好？为什么你不用大枪吗？大枪一下，快带他回实验区。医生，不要跟他讲。大枪了，另一把枪了。他枪，他枪是用滚轮切枪，好烂。No, 我不会死。滚轮切枪啊！先不要！倒霉，倒一下啦，倒一下啦 ！Boss 强一点好不好？啊！打我比较凶，他打我比较凶哦。阿娇倒了哎！他打我比较凶。不是啦，不知道了啦，我游戏又关掉了啦。哦。怎样？你们都没倒是不是？可恶！没倒啊，都没倒。没有，他一开始就狂轰我，我那时候大意了。我还没没事，习惯好而已。前面掉那一大波血是还没习惯呢。我们之后就慢慢看了，看看是谁会倒得多啊。现在开始，我只是想说，哎，如果这边倒会怎样？看一下。我那个魂系的那个。灵魂已经要苏醒了。我跟你讲，我都不玩魂系的啊，但是我的这个实力是有的啊。现在就知道各种吹是不是？啊，再给我多点机会。就说了，他成人之伟啊，那个 boss 不讲武德。他刚打我的时候是连打，他抓那个时间差。我的 boss 跟你们不一样，哈？你的难度是不一样，我难度调最难。哈？你是最难的前一个。的前一个，我也是啊，我也是啊。啊！你要吹一下啊！分当点更新进来喽，我们可以见面了吗？可以见面了，那我去爸爸。那我们主世界要打谁的？哦，亲爱的。打巴巴的好了，因为我有可能会掉。老瑞，你会暴露。我服了你了。我刚掉了一次。别担心，朋友，我们会照顾好他的。那主线解应该是一起解吧？十三号，我们进度是一样。嘿，别担心，老瑞说的对，他会没事的。就是你去爸爸那，就是爸爸的。你没事吧？只是有点头疼。那爸爸一定玩的比较多，我比较少。我给你拿点水。会吗？没事。哎，爸爸，你要先调线上。你需要休息。阿波，你要线上。好，我看剧情看一下。对，我们来看剧情。他是实验区的区长。这是瑞格勒。他觉得这样他有权管所有人和所有事。听着，我先去找福特，然后就去休息。真的吗？好吗？他看起来要没了。你知道我经历过更痛苦的事。别担心，小可爱，别担心。那么，旅者，你朋友会没事的。我是阿波，没事。OK。阿波沃德，这里是十三号实验区。你们这一路肯定很不容易吧 ？You need a rest。更换确实减少了，但是路上还是很危险。你们俩在那里干什么？阿波，为了实验区，真的？哼，我们跟外面的嘿。有什么需要就跟特性特点可以用特点是升级你的属性你按有看到活力生命体力威力知道吗点数最高85你是说其实是我哥哥很慢所以我们就要打树是现在就可以连吗感觉还不行呢还不能你们先去找装备武器福特主仓库 OK 先去买汽车没有可是 OK
必须留在这儿，没有选择。我好像不需要你的批准吧？注意你说话的口气，丫头。什么？哇，跟我讲话、啊！伙计，我已经132岁，我真是小气。你叫他，他又没有显示。哦，这对了，一样，这里的人都会去需要。那次我们光头的默契，你懂什么？神经存不存在？昨天两圈，贸然去找。讲话、啊。请问过去几百年里，你都在干什么啊？你他妈的现在又在干什么？好凶哦，这有些人好凶哦。两码事。外来者哎、欸、Your mother 是嘞安诺回头再说上Your mother 哎、欸、要怎么调他们的语音哦今天是什么日啊你就是那个对不起我所以我只能选英格里特就是本人你可以选别的你没有选我想请你帮忙英格里许一下我知道会有人来我们那位年轻的华莱士梦到更准确的说说来话长有的饮品同理也有多我要去那里我要开线上模式、哦、别担心我尽量的话好了你还没我老了你还没进地图回头准备好装哦哦一堆故事、哦、我好了对你要去找人聊天啊看我感觉好吗那个不会玩游戏啊有啊有啊我看到了福特啊我来找福尔德啊有什么能帮你、啊对不对在外面哦哦哦这个这游戏 NPC 不会打人 OK 爱你爱你哦怎么会有人想要打 NPC 哦好刺哦我怎么现在人见面是给犬的、啊、因为我们是光头啊光头的配合就这样华莱士、嗯、你找小华了吗小华不在这小华在船上哦哦他也不会亮个地图应该给他亮个、啊、我在这你要靠近他才会有金滩好、嗯、知道知道真靠近先生应该多多听话，就像咱们一样。华莱士啊！我看到你了，旅长。哦。你就是福特一直在等的那个人。不过，你知道我是华莱士，你有你的路要。哦，还要跳一次 A 罗。哦，选职业。华。你是什么阿喵？我现在是驯兽师啊！我也想要驯兽师。就可以啊，驯兽师还会救你，练到五等他还会救你，可以自救一次。玩游戏就是要选召唤师啊！我不小心揍了他一拳，所以我要找 Wally。善于团队合作。刚刚说在外面是不是啊？靠狗外面的工厂后面哎呀老人挡住我了老头儿寿司是这样就说得通了你是对的当然他们找小华选职业小华是在哪里还你直走直走哦这么远啊亲朋好友阿华遭受友军的伤害降低，哇，这感觉很需要哎。瓦里的，好害怕哦。Most of all world， 加两趴。再边边一点，最边边。这个吗 ？Wallace。对对对对对对。哦、欸 ，Wallace 啊 ，OK。它特性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吗？特性你去跟 NPC 可以洗。哦，那我知道了。这是花钱洗的。会推荐先加什么吗？体力、生命有很需要吗？哇，我都是点小朋友啊，生命啊，我 pass。体力是跑步的嘛？现在应该不会扣。对，耐力。那你进地图就会扣。那等进地图再看看。See you too, buddy. Blabus。
适合打大型的猎物。要不是你腿子那个根根，我没觉得他说。啊，要是问啊，哇，长枪，那就去见老。我可以改变我的。哇，还有近战武器。哦，选职业了。哇 ，medic。我向上帝。I need a medic。好吧，我发。Archer, 好吧。所以。Long range。对了，远距离攻击可以标记。生产。攻击力比较高。我现在就可以改装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定要改装吗？我应该是要选一个职业吧。我们是两个驯兽，你可以考量。你们是两个驯兽啊？对啊。后面可以双职业，所以你想要先玩哪个而已，后面都可以拿到这双职业。压缩空气，感觉我们团队可以来一个 medic 啊，对不对？好啊。好啊，反正你会很需要自己补自己，因为我们不会补你。哇！就看之后谁受伤多，好不好？就看之后谁受伤多。让我帮你，然后来了。这个团队真团结呢。那是肯定的啊！我记得之前人家玩生命线，然后叫他按 Q 都不会 Q。所以我的 Q 在哪？他说：“哦，我以为你叫那个比利兹，你没血啊。”哎呦，我可以哪里换衣服啊？我他有没有告诉你具体原因 ？Tap 哦，有了。如果你有哦，他会自己装，你什么都没有，就会帮你自己装了。哦，他帮我装了哎，我现在完全就是奖励一点 medic。先看近战，近 medic，I need healing。那近战怎么切？他只有滚。近战就是你拿大枪，你没有按右键的时候，你就左键。就你瞄准，哦、你开枪你就一定要右键啊。哦。啊，你没有右键的话就是。就是近战，怎么样啊？近战五次来了，看看我这里，我是战斗医疗兵啊，哇，这加五哎，相信我，利爪了啦，升级好 ，OK， 没有怕的。我们要找这个阿瓦麦卡贝，给的都是比较好的。Journey， 我也不知道啊。又要找福特了。你看我的狗啊。出门了。出门？福特不在这儿。福特去门那边等你了。啊。福特汽车。刚刚已经讲过了，老梗。布拉巴斯买的。走，爸爸跟好。再讲一次啊，再讲一次。哎，我可以买东西耶，买啥？我以为你已经跟着我了，爸爸。看来你干劲十足。我可以买治疗子弹耶。很好，很好。Trace focus blast appear through all targets。过去，我们一击二崭新开始。听说比一击一好玩个十倍啊！哈。这个我要买吗？那个。嗯，你怎么都得选一个，所以看你哪一个。我猜他是搂很久，就觉得他卡住了。他蛮常卡搂点的啦。今天结束，我要去调整各种优化。他卡太久了吧？感觉不错哎。感觉不会卡那么久哎。是说不可。这个好像很强哎。你没有卡个十几秒的吗？没有吧？卡十几秒会，没有。但是你卡一分钟就不对了。那现在还是十几秒，二十几秒。OK。开发者承认游戏性能不佳，仰赖别的哦。哦，那我现在要怎么？你要去哪里的技能呢？我真的卡住了。没有，你要先去拿你的枪。拿我的枪，就算我卡住还是比另一个快。我的枪，巴拉巴斯，哈喽。你对话按那个 ESC 还是可以加速一点 ？ESC 哦，嗯，它文字都还是可以看到，就你可以透过看文字，不用
整个看他语音。哦，奥丁，这一定是奥丁。有感受到啊、哦，这个看起来很牛啊！哦哦，没有那么爽啊！看起来战斗力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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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机枪 get， 哟！让一个老人在推门。干嘛？我想要有点光啊！关门慢。啊，还是一股家的味道。空格跳过。给，拿着吧。哦，这里是强化装备。嗯、转动摇柄就能发亮。强化。哦，真的有手电筒了。哦，我还可以降。这儿以前是一处高精尖技术研究所，普通人做梦都想不到，我们都在做些什么。走，爸爸更好。我要找福特，福特。可即便老根儿，老根儿，不在这。是干什么？他走了。哦，他去那边等我。对，他在门那边等你。石头。冲啊，福特老爹！世界之石。世界之石。我来了，福特老爹。错路了。福特老弟儿，但门的那一边有，居然有魂系感人。福特开门，我觉得他前面战斗就蛮有魂系感的，但是我觉得又没有到魂系那么难，可能是我难度选的。顶多算是泪魂呐、啊，没那么难。嗯，他其实看这种水的这种规格就是泪魂系啊。嗯。哎，有没有 key？哎，可以在这里找到 key。哎呦，海伦呐、啊，海伦，你把东西藏哪儿？我要被卖去做电商了。哦哟，火柴盒啊，龙心。我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龙心。不要问为什么，拿着吧，你说不定能用。不要问为什么。Crack the handle。嗯。老头儿，龙心，这样门就可以开了吧？哎、欸，有哎、欸，有闪，有那个哎、欸，有那个叫啥来着？手电筒。哎，我有预感，看你找到了那个火柴盒，我们可没时间浪费。可没时间浪费。前面用小枪好了。啊，那好浪费是世界之石，啊，准确的说。是和全石同效果的碎片。帕斯加德死后，我们关了世界之石。走好慢啊，老头！我当时就跟艾伦说，你不用管他，你自己走上。玩意儿必大于你，相当危险。对。为什么他们隔那么远还能对话？我想什么呢？中气十足啊！没事，慢头。不知道有没有起效？究竟是要干什么呀？什么呀？世界之石重启，终于到了。第一代剧情应该都是把世界之石给摧毁，虽然我破了，但我忘了。老头跑起来了，老头愤怒了。那么多年，那么多旅程。不知道，不知道，安德鲁福特第一次触碰晶体的那个人，他回来过吗 ？I'm back。回实验区，最好是会。阿伯把这里彻底封闭起来，不是上锁，而是炸毁，永远掩埋在钢筋水泥做的棺材里。你要永远记住，愚者。我终于拿到龙心了。弊大于利。啊！福特！福特！这下糟了，直接传送走了。啊！那个混蛋居然做到了！还记得当初就是这个石头可以把我们传到不同的世界。克莱门汀。哎，叔，他跟你说过怎么用吗？痛就可以了。想这样做吗？系统即将出现故障，
核心已被破坏，需要相信世界之音开始获取。